好，大家早晨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上边嘅弟兄姊妹早晨。啊，琴日收到一段短片咧，就好好笑，好开心喎！就系我哋教会嘅小朋友咧，自己攞纸咧就整一个公仔，咁咧就系画我嘅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喺度讲神土咁样，系话如果我哋嘅下一代咧都咁样去爱慕神嘅话语，啊，中意听神土咧，咁啊实在系一件非常蒙福嘅事。好，我哋嚟睇今日嘅经文吓，81节吓，一路到96节。当然呢度亦都可以分成两段啦，81节啊，一路到88节系一段啦，89到96系一段啦。啊，81至88节呢一段咧就系从希伯来文嘅第11个字母开始嘅 ，kaf 啊，佢话一开始咧佢就话。我哋先讲呢个字先吓，呢个字咧喺希伯来文字母表里边咧，代表系咩咧？佢有咩意思咧？咁啊，希伯来人相信咧就系呢一个嘅字母咧，就好似我哋嘅手掌嘅掌心啊。你摊开只手，你嘅掌心系咪凹凹地噶？啊，咁你将呢个凹凹地嘅地方咧，然后你将手掌咧就同啲手指咧就系咁样屈曲啊，咁佢咪好似一只杯咁样啊？然后你将佢咧咁样睇嘅时候咧。你看到我的手的形状呢就是这个字母了。所以这个字母呢就代表我们的掌心，但是它也都代表所有的器皿 杯啊，这样拿来装东西的东西呢都是从这个，用这个字呢来去代表的。那它也都代表谦卑的，因为呢它说这个字呢就是上面弯下面又弯这样，所以两头都弯，这样代表呢一个谦卑的意思。那这个字呢亦都係代表器皿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都要去思想究竟呢個器皿係裝啲咩嘅咧？咁好，我哋睇咗呢個字之後咧，從呢個字母入嚟，咁啊，然後119佢最美麗嘅地方就係、第81節第一個字嘅第一個字母咧，就係從呢個calf 呢個字開始嘅。咁嗰個字究竟係咩字咧？就係、是、我哋中文聖經裏邊，我心渴想你嘅渴想呢個字。所以咧，其實佢原文咧就係、是、渴想你嘅救恩，我嘅心仰望你嘅應許。所以咧，佢係從呢個渴想開始咧，進入呢一段嘅呢一段嘅經文嘅裏邊嘅。咁做咩啊？哦 ，OK。所以咧，佢話我心渴想你嘅救恩，仰望你嘅應許。渴想呢個字咧，就原文嘅意思咧，其實就係罪啊。即係我個心咧，醉酒嗰個醉，我個心咧係喺呢個救恩裏邊咧醉咗。醉呢個字嘅字根嘅意思咧，亦都係充滿咁啊，有充滿呢個意思。人點解會醉咧？就係因為被酒充滿啊嘛，係咪？所以咧，佢話我係因你嘅救恩咧，而我心咧因為你嘅救恩咧而醉。我心因為你嘅救恩而醉，即係我個心咧係充滿咗你嘅救恩。有啲嘅拉比咧就將呢個字翻譯啦。我哋英文嘅翻譯就 my soul thanks for your salvation。thanks 就好似暈低咁樣啊嘛，所以你就表達到嗰個罪。但係咧有啲嘅拉比咧翻譯呢一段咧，佢就話 my soul pin for your salvation， 即係pin 就好似嗰個大頭針咁樣嚇，吉喺度釘喺度。咁嘅意思，即系咧，我嘅心咧喺你嘅救钉喺你嘅救恩上边，我嘅心咧就好似一个大头针咁样咧，就要拮住喺嗰个救恩上边，黐住喺嗰个救恩上边，啊，总之就唔要甩开，就唔要咧离开呢一个嘅救恩，啊，跟住咧 ，I hope in your word， 即系仰望你嘅应许，仰望你嘅应许咧，意思就系 I hope in your word， 即系喺你嘅话语里边咧，我就有盼望，我盼望你嘅话语，我亦都喺呢个话语里边咧揾到盼望，我就系要咁样，我嘅心就系咁样，要黐住你嘅救恩，要钉喺你嘅救恩上边，我嘅心要充满你嘅救恩，甚至咧我嘅心咧要喺你嘅救恩里边咧，好似醉酒一样咧，完全不能自己，完全咧不能自控，呢个。就是詩人那個的描寫，這個就是他渴慕的，想跟神所展開的關係，也都是這個字母第一節帶給我們的，就是說所有的東西你要將它裝在你的心裡面，你要將救恩裝在你的裡面，我們要好像一個器皿一樣盛載著這個救恩，讓這個救恩充滿在我們的裡面，這樣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呢？然後82節，我都挺喜歡這一節，他說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眠，
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啊，喺度好似掠神咁样，神啊，你几时安慰我？但系咧，佢前边有一个前词好得意，佢话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眠失明，唔系失眠失明啊？咩意思咧？咁样？其实呢、原文如果我们将它重新砌一砌重新翻译呢，就应该说、这个的、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呢、其实的意思可以再翻得好一点，就是 我的眼睛我定睛不断地注视你的应许，直到再不能够看见。即是说呢，我要定睛在你的应许上面，我要注视在你的应许里面，直至到我的眼睛已经失去功用。明白我说什么？即是直至到我死的日，直至到我眼睛不能够再看东西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都要注视，我都要定睛在你的应许上面。这个就是诗人对神那份的坚持，那份的执着、我们如果、如果我们用广东话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好玩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其实是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应许，其实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语，那份的爱，那份的极致的爱，他等于他是跟上帝说什么呢？或者即我们当中有弟兄、未结婚的追紧女仔的，可能你都可以用一下，即抄一下圣经的窍，你可以跟你 的心仪的女士说一下，我爱你爱到直至双目失明，这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想想是不是很夸张，是吧？但是这个又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一节，这一节很有趣，就是我原来诗人跟神说，就是神啊，我要爱你直到双目失明，就是爱你爱到没眼睛，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几时安慰我呢？我爱你爱得这么紧要、你怎会不理我呢？咁如果你係神聽到一句咁樣嘅説話，聽到一個咁樣嘅表達嘅時候，真係都幾攞你命嘅，係咪啊？即係我都想象，即係神喺天上面坐喺寶座上面，突然間詩人直爆一句咁樣出嚟，會唔會佢都爭啲碌落嚟咧？嚇！即係係啊！即係你諗下，如果你身邊即係我哋講男女朋友之外咧，小朋友最殺食都係呢啲嘢。如果你今日翻到屋企嘅時候，你嘅小朋友同你講啊，阿爸、阿媽。我爱你爱到直到双目失明咁样，哇！咩事啊你咁，系嘛？啊，咁啊，所以下一句就系你何时买 LEGO 俾我？你何时带我食 buffet？ 你何时带我海洋公园？咁系咪啊？你好难抗拒佢嘅，系咪啊？所以咧，诗人喺呢度就系、是、我因盼望你嘅应许，我注视你嘅应许，这个盼望就系注视不断嘅，即系 look constantly into 佢 until 几时咧？直到几时咧？直到我眼睛都再冇功用啦，直到我眼睛都再睇唔到啦。啊，就系话咧，我一世人咧，我所有嘅时日咧，我都要定睛，我都要注视。啊、你的应许你的话语上面，然后诗人先问，那你何时安慰我呢？他说我好像烟熏的皮袋，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啊、这里我们有点难明白，什么叫做我好像烟熏的皮袋呢、啊、以前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做了个皮袋之后，他们会用烟来熏它，用烟熏它的 目的是让它变得更加干、变得那个的受熱之後咧，那個嘅皮袋咧會更加嘅堅固啊！啊，同埋咧有一種嘅防水嘅作用，因為佢哋會踩啲嘅嘢防水，再揾煙燻一燻嘅時候咧，啊，咁佢嗰個嘅防水能力就好高。咁但係咧，呢、這個煙燻咧有一個嘅效果嘅，就會讓嗰個皮袋咧變得非常之乾。所以咧，其實詩人就話：我好似煙燻嘅皮袋，我好乾啊！我好 dry 啊！今日香港人一聽就明啊！佢好 dry， 我好乾，但係咧，我唔忘記你嘅律例。雖然我乾成咁樣樣，雖然咧我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啊，好似俾人用煙燻燻到乾曬，水分都抽乾嘅時候咧，即係呢個詩人都喺呢一段都幾誇張。咁如果我哋要用一啲現代人聽得明嘅啫，我已經變乾屍，但係我都喺度即係都不忘記你嘅律例啊！我已經冇曬氣息，冇曬生命，冇曬水分啊嘅時候咧，但係咧我都唔忘記你嘅律例，我始終咧要守住呢個律例，將你嘅律例咧放喺我嘅裏邊。啊！呢、這個皮袋咧被煙燻完之後咧，目的就係要裝載一啲嘅東西，可能裝葡萄酒，可能係裝水。所以咧，
詩人亦都喺呢度用呢一個咧嚟隱喻一樣嘢，就係我就係要裝在你嘅律法。無論個環境係點樣，無論而家嘅 condition 係點樣，無論我有幾辛苦都好啦，我係皮袋，我就係要裝嘢嘅。我就係一個咁樣嘅人，我就係要將你嘅律例裝喺我嘅裏邊。神啊，我咁樣嘅呢、这個就係我嘅心願，呢、这個就係佢一開始所講嘅。佢話我心渴想你嘅救恩，我就係要裝滿呢啲嘅東西，我就係要裝住佢。然後咧，你仆人嘅年日有多少咧？你幾時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審判咧？其實我的命仔都不是很長時間，神啊，你的公義何時彰顯呢？其實他當然他這個也是一個兩面的，一面呢就是呢他很想神彰顯神的公義，來到呢向他的逼迫他的人來到施行報應。但是當然呢另外一面呢就是他也是想在這樣的情況當中呢看見神的榮耀，看見神的公義的彰顯。所以其實那個也不是一個純粹想報私仇的一個這樣的心態、當然一方面就是求神為他伸冤、讓他解困、但在這個解困的同時呢，其實詩人也很想呢看見神的作為。因為希伯來人，因為以色列人他們從小就聽很多、神施恩的故事，神拯救的故事，所以神怎樣在埃及人的身上真是解放以色列人，怎樣看見這些敵對以色列人甚至要毀滅以色列的仇敵怎樣去遭報應。所以 他有一個這樣的情意在裡面，所以他就很想看見神來到 去顯出他的公義，來到顯出他的能力。所以他就說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即意思就是說，神啊，其實我條命仔不是很長的，我是不是難道真的要等到我死了之後、你才做事嗎、可不可以在我真的雙目失明之前就讓我看見你的公義呢？在我、再看不到這個世界之前，讓我看見你的奇妙的作為。我要看見呢你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審判，我要見到你的能力，我要見到你的威榮。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祷告来的。你知道我们对神，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们对神做工是不是有所期待呢？有时候很有趣的，就是当你对神有期待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神的奇妙。但当你对神没有期待的时候，其实你经历不到神。所以诗人很清楚这件事。呢一樣嘢，佢對神係充滿期待嘅，所以佢就係要將呢啲嘅期待，將呢啲對神嘅渴慕都裝載喺佢嘅裏邊。佢就係一個咁樣嘅器皿。所以佢話：你幾時先至向逼迫我嘅人施行審判呢？嚇！不從你律法嘅驕傲人為我掘了坑，不從你律法嘅驕傲人在这个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所看的，就是不依从你的 Torah， 不依从你的妥拉的骄傲人为我挖了坑，为我设立了这个的陷阱，目的是要害我。但是呢，他说第八六节，他说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地逼迫我，求你帮助我。虽然呢这些呢不遵守 Torah 的人呢已经为我挖了坑，这些骄傲人已经设了陷阱，但是你的命令呢是诚实的。他们对我的逼迫这一句呢可以再好一点翻译呢，就是可以说是 They pursue me in vain， 即是他们对我的逼迫，他们对我 的这些迫害呢都会归于无有。你帮助我、那里原文是没有求字的，他说你帮助我，意思就是因为你帮助我，这些的逼迫呢都会归于无有。他们逼迫我都是白费心机的，因为呢神帮助我，因为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帮助，你的命令呢尽都诚实，所以他们的逼迫都会呢完全没有功效这样、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虽然这些的祸患临到我，虽然这些的逼迫临到我，甚至这些的逼迫呢几乎呢都要将我呢推向深渊，让我在世上呢来到灭绝，但是呢诗人说呢我没有离开你的训词，我没有离开你的话语，我仍然好像一个器皿一样，将你的话，将你的一切呢，将你的救恩呢装在我的里面，求你呢照你的慈爱呢来到去救活我。当你这样照你的慈爱来到救活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呢守住你口中的法度，因为死人不能够遵守你的法度、
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诗人的一个的逻辑，他说死人不能够敬拜你，神你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呢，为什么他要思想，他要装载神的救恩，他要装载这种永恒的生命在里面，这种永恒生命在里面的时候，神的能力发动，他就能够来到去持守神的话，求神呢按照神的慈爱呢，让救恩临到他，临到这个诗人。因为这个救恩临到的时候，他就不会死，因为这个救恩临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遵守神的法度，其实是直到永远。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跟神之间的互动。神啊，你救我，好让我能够来到去敬拜你。神啊，你救我，因为你不救我没意思的，是不是？我死了之后，谁来到遵行你的法度呢？你的旨意谁来到去执行呢？当然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他告诉神，神，因为你看看我，因为我是这样，他是爱慕你，我将你所有东西都装在我的里面，所以你怎么能够不理我呢？当我这样去盼望你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按照我心所盼望的来到为我成就。其实这个是诗人的信心来的。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今天我们心里面装载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装载的是世界负面的声音，定是我们所装载的是神救恩的声音呢？当我们装载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所发出的祷告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到81节到88节其实是一个祷告来的，就是一个的呼求，一个呼求神快快做事，呼求神快快的来到去伸冤审判，呼求神的手快快的伸出的一个这样的祷告。但这个祷告的基础建基于他将神装载在他的里面，心中有神，切切的仰望渴慕神，他仰望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就是可以跟神说，就是我盼望你，我仰望你，我注视你，直到我双目失明，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心，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跟神互动，跟神呼求。我相信一个这样的心，神一定不会轻看。好，我们接着看后面那段89节到96节，那我们进入希伯来文第12个字母了，Lamed。咁呢個字咧嘅形狀咧，喺希伯來人嘅感覺當中咧，佢就好似一個閃電嘅形狀，你覺得似唔似啊？好似一個閃電咁樣劈落嚟咁。所以咧呢個字代表啲咩咧？咁樣呢個字母咧喺希伯來人嘅觀念裏邊咧，係代表學習代表 learning 或者係代表咧讓人學習嘅一啲嘅字句。所以呢個係一個學習咁又好有趣喎。佢嘅形狀好似閃電一樣，咁佢又代表學習係咩？呢兩者嘅關聯喺邊度咧？咁樣佢話，因為咧知識就好似閃電一樣，可以咧劃破黑暗，可以咧照亮長空。所以咧學習都係一樣，學習咧讓人咧從黑暗睇唔見嘅因為一道閃電這個學習出現嘅時候咧你就睇見啦咁樣。咁呢個字母咧，亦都係喺呢個22個希伯來文字母裏邊嘅排中間的位置所以呢希伯人相信呢，其實這個排在中間呢代表呢就是中心啦。所以它代表是什麼呢？代表呢我們要用心來到去用靈呢來到去學習，用心用靈呢來到學習，學習些什麼呢然後呢大家可能都習慣了，大家都想知道究竟89節第一個字是什麼呢？這樣在原文裡面從這個字母開首的那個字是什麼呢？就是 forever永遠89節中文就是這樣翻譯啦。耶和華與你的話語安定在天，直到永遠。原文呢個永遠咧係喺前面第一個字嘅，所以英文就比較容易啲啦。英文就係 Forever, O Lord, Your Word is settled in heaven， 即係永遠你嘅話耶和華話語安定在天所以咧咁呢個字母代表呢個嘅學習啊嘛，所以咧個神嘅話語咧永遠安定在天。神嘅話語永遠安定在天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咧真係努力咁去學習，因為佢唔會改變佢永遠都喺度嘅。你要尋求嘅時候佢就喺度，你要學習嘅時候咧佢就喺度，佢係永遠咁樣安定在天嘅。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神是一个不断改变的神，我们怎样去学习去认识他呢？神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永远安定在天，神的话语 settle in heavens， 即是他在那里是不动摇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几时都可以寻求到神的我想即是
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跟世上偶像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神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神是一个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找到他的神，他是一个24小时不睡觉不打盹的神，他是超越时空的神，是吧？因为如果我们中国人所拜的偶像有时都几论尽的，因为你有时要找他的时候你山长水远的嘛，你明白吗？即是有时候即是你搭几个地铁站才去到嘟嘟嘟站找到他的时候，那真的天都黑了，是吧？那你山长水远赶到他的时候，那庙祝不山城山了门，那你又更加大镬，那怎么样呢？哀哭切齿等天朝开门，是吧？就是这样。但是呢，神就不是这样的，神是永远的，他的话语是永远安定在天的，你几时都可以找到他，你几时都可以寻求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24小时比 7-11 都更加方便，因为呢其实神在我们的心中，是吧？所以呢，耶和华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传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所以这里你都看见的，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神，认识神那个的永恒，其实神就是永恒、所以你的诚实传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地呢也都是因为呢这位永恒的神呢而被坚定、因为有神呢地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神的话呢，其实地都没办法可以长存。天地究竟的日子有多久呢？是谁决定的呢？其实是神决定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是吧？我们对神的观念是什么？耶稣说 I'm Alpha, I'm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所以呢，时间几耐呢？神决定。天地可以存几耐呢？神决定。所以呢，地球是不是会毁灭呢？神决定。地球可以玩几耐呢？都是神决定。因为他是开始，他是终结。因为神的诚实传到万代，神坚定了整个大地，地就长存。一切呢都是神托住，一切呢都是神持守。如果神不持守的话，这个世界呢早就终结。天地照你安排传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天和地呢都是按照神的安排，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旨意呢传流到今日。所以呢，这个的时间表呢是在神的手中。世界几时去到一个的终结的句号呢？其实都是由神来决定的。那我们很清楚，今天在新约里面，是不是耶稣再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呢，大地就要被火革新，天地一切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是不是新天新地要开始。所以呢，这个天地地上的万物是照着神的永恒的计划和安排呢一路传流到今日。世界是有一个目的的，世界是有一个创造者去创造，有他的心意运行在其中的。所以世界不是平白无辜地出现，世界有一个 purpose 的，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人能够认识懂得去敬畏神。所以呢，他说天地是按照神的安排传到今日，不是偶然地出现的，万物呢都是神的仆役。仆役的意思就是服于神，为他呢效力的，是不是？我们的仆人呢，即做仆人最大的一个嘅一个嘅咩嗰个叫咩特质咧，就系咧系服于某人嘅，并且为佢咧嚟到去效力噶嘛，系咪？所以咧万物咧都系神嘅仆役，万物咧都系为神咧嚟到效力嘅，万物咧都服喺咧神嘅一个嘅旨意同埋计划当中嘅。佢话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痛苦中灭绝了。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人究竟在一个万物当中，神既然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神，神亦都托住掌管整个大地，那究竟人在当中的角色又是什么呢？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其实在万物当中最不听话的就是人，其他的都不知几听话，最难搞最麻烦的就是神，就是人了。跟着92节，他说我又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他说其实呢，诗人说，如果我不是因为喜爱你的律法，我不是因为喜爱你的 Torah， 不是因为喜爱这样东西的话，我早就在苦难当中灭绝了。即是说，如果我 对神的 Torah 没有一个的认识的话，我对神的 Torah 没有一个 的爱和关系里面的话，其实我早就已经在这些的苦难中，在这些难关当中完全来到去灭绝了。那因为呢，希伯来人的眼中 Torah 究竟是什么呢？
其實咧對佢哋嚟講咧 ，Torah 就係生命樹。所以你亦都可以咧喺呢即係將律法咧就92節啊，將律法呢個字咧將生命樹咧塞入去啊，就咁樣我哋就會有一個更深嘅一層嘅理解。佢話：我若不是喜愛你的生命樹，早就在苦難中滅住了。如果我唔係喜愛你嘅生命樹咧，我早就在苦難當中咧滅絕啦。其實生命樹係叫人得生命嘅，生命樹係帶嚟救恩嘅。啊，所以就詩人就喺度講，佢話：當然我哋到今日新約，我哋知道啦，生命樹其實就係主耶穌，係咪？啊，我哋要喺佢當中咧嚟到去得醫治，喺嗰度咧領受救恩，領受永生。佢話：如果唔係有呢一個嘅生命樹，如果我唔係咧同佢有個關係，如果我唔係愛慕呢一樣嘢嘅話咧，我早就已經咧perish 咗啦，我早就已經滅亡啦，我早就已經消失啦。如果不是因为有神的救恩，如果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钉身在十字架上，我们注定是要灭亡，我们根本呢没可能呢会存留直到今日，甚至呢会存留直到永远，甚至呢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去呢天父的怀抱里面。所以你看到吗，人不是长存的，神才是长存的。神因为神是长存的，所以救恩都是永存的，律法是永存的，这个生命树是永存的。啊，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爱慕，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一份的永存的里面。他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说话，是因为你的说话将我救活。说话训词其实我们都可以用道这个字来代替。我永不忘记你的道，因为你用你的道将我救活。神怎样用他的道将我们救活呢？因为他的道来到世间，取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将上帝的荣耀显出。是因为道成了肉身进入我们的当中，所以神的道呢将我们救活。 是这位道神肉身的主呢救了我们。所以你看到诗人呢看见的东西是很超越性的。然后呢，因为呢神这样将我们救活，因为耶稣已经买赎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你就见到第94节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神啊，我是属于你的，所以呢你救我，我同你是有关系的，我是你的子民，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儿女，你是我的天父，所以呢求你救我，我寻求你的训词，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因为我追寻你的道，因为呢我遵守你的道，我呢行在你的道的里面，所以呢求你呢来到去救我，求你呢来到帮助我，将你的救恩呢来到放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恶人待我要灭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恶人呢就在这里等住我，恶人呢就在这里寻找时机要来到去灭绝我。他呢就在这里夹住我，盯住我，要找方法找时候呢来到去害我灭绝我。但是呢我要揣摩你的法度，揣摩的意思就是呢我要学习。是不是？所以你明白我们这一段89到96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字母学习这个字母来到开始。所以他说呢恶人呢就是要寻找机会来到灭住我，但是呢我要去学习你的法度。学习意思呢就是认识，我要去认识你的法度。认识其实也都是一种的关系，是不是？我认识你代表什么？我跟你有关系咯。是不是？如果没有关系，我们怎么认识你呢？所以他说我要去认识你的法度，我要去揣摩你的法度。揣摩就是深思的，深层的去思想呢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呢也都是他的 Torah， 即是也都是他的生命树，是不是？所以我要去认识，我要去跟这个的生命树呢有关系。虽然恶人呢用尽千方百计找尽方法呢要灭住我，但呢我却是呢要去认识这个生命树，我要去揣摩这个生命树，我要去跟这个生命树产生那个的关系。纵使他们在外面在想尽办法，拿着刀拿着剑这样，但是呢我不看那些，我要看呢就看你的法度，我要看呢就是去思想，去揣摩，去认识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当我哋咁样 去揣摩神嘅法度，咁样去认识生命树，认识神嘅律例典章，认识神嘅道嘅时候咧，你就突然之间眼睛好似打开一样，你就好似咧得着呢个知识一样，你就好似咧嗰个嘅闪电划过咗黑夜一样，你突然间见到光，你突然间睇到，睇到咩咧？睇到原来万事尽都有限，所有嘅嘢都系有限嘅，所有嘅嘢咧都系有一个嘅终局嘅，所有嘅嘢咧都是走不出一个的 boundary， 一个的界限的、啊、所有的事情都有尽头的，唯有你的命令，唯有神手中所发的命令呢，是极其的宽广，极其的宽广的意思其实就是无限，万事都有限，但是上帝你却是无限，所有的东西都会有一个尽头，但是神你是无尽的。你看到吗？诗人得着一种这样的智慧，他得着一种这样的知识，在这个他追寻神的过程当中，他学习到，他认识到，他看见神是无限的。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或者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其实我们要这样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无限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高过诸天的神，万事万物都是他的仆役，天地的万物都服在他的手中，时间的开始，时间的结束都在他的手中，世界能够存留到今天都在他的手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你就不需要为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来到去怨天尤人、你觉得、好像看不见出路，看不见盼望，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些负面，在这些 的东西里面来到打圈，来到打转，因为我们知道神超越这一切，而且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万事万物呢都是神的仆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呢亘古长存的神，他是一个呢超越时间的神、啊、所有的东西都有限制，所有的东西总有完结的一日，但是神永远没有完结，他无穷无尽。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啊、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生命的态度、啊、我们的价值取向呢都会不一样、啊、愿我们呢都在这里呢来到去学习，来到去认识神，来到去支取，来到去进入呢、这个生命树给我们的永生的果子的里面、愿神的说话呢来到帮助我们， Amen。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来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他是那个为掌管天地宇宙万物，万物都是他的仆役，去掌管时空，超越的主。哈利路亚，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至尊
都对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系主，一切嘅荣耀都归俾你，因为唯有你永远不改变。主啊，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啊，我们可以来信靠你，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事，什么的困难，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投靠你，你就是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为难领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
神啊，你是永不改变的神，神啊，你更加是看顾我们的神，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开声，开声来到赞美这个永不改变的神，而且祂是看顾我们的神，祂创造天地万物，但祂的眼目却是紧紧在我的身上，祂为我预备一切，祂以我的好处出发。我们一起来到赞美我们的主，主我们多谢赞美你，神啊你何等的好，神啊你何等的好，神啊你对我们的应许从不落空，神啊你对我们的承诺，你在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神我们多谢赞美你，你的看顾，你的救恩在我的里面，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弟兄姊妹，今天在经文的里面，诗人怎样熬过一个一个的难关？诗人说，我仰望你的应许。诗人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渴上神的救恩，他仰望神的应许，并且他不忘记神的律法，他相信神的诚实，他没有离弃神的训词，以致神的慈爱成为他的力量，他可以经历每一个的艰难。我记得在舞堂早一阵子有一个咧讲到嘅系列叫做安全带系列，就系咧要我哋去分享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神有边一句嘅话语成为我哋嘅安全带。当我哋最艰难嘅时候，当我哋回忆起一句经文嘅时候，就让我哋有力量继续去行。呢个乜就唔系今日诗人喺度同我哋分享嘅咩？我相信在诗人的里面，神的很多句经文就是他的安全带，以致他最艰难的时候，当他记起，他会想到有力量，因为这个是神应许他的。当他想起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我跟着你这个律法去走的时候，我必然得救。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节经文是你的安全带，是神独独给你的安全带，让你艰难的时候得力量、得安慰，并且得盼望的呢？好不好？这一刻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安静下来，我们去回忆这一条安全带，这一节的经文。可能你说，咦，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哪一句经文是我的安全带。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一句金句、这一句经文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安全带，好叫我们能够好像这个诗人一样，在极艰难的时候装载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装载这一份的力量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来到默想，我们一起来到回忆这一节经文带你走过的每一段路。
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好不好？我都一样，我们的同工可以预备，我们可以一阵间来到我们台前面，跟弟兄姊妹去说，究竟神哪一句的经文是你的安全带，以致帮助你走过一段一段艰难的道路，甚至这个话语装载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莫大的得着，好吗？我们同工都可以用少少的时间去自己回忆这一些的安全带。我先来分享，在我的安全带里面，诗篇十六篇是我的安全带，在我每一个艰难的时候，又或者其实在我的每一日的抉择的里面，我信心动摇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都很自动会跳出来走入在我的脑里面，好叫我的生命作出一个啱的选择，并且装载神的话语。特别是诗篇十六篇的第五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乘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一节呢经常在我的生命里面，从我初中的时候就已经伴随到我长大。特别呢这一节对我来说最经历最特别的就是当我知道我可以被差来新蕊的时候，我就问阿神，是不是这条路是你为我预备的呢？神再问我，神直接问我，他说女儿，你自己记一记你自己的安全带，但怎样由你初中保护到你呢长大下，你怎样呢去进入呼召的里面的，都是一节经文，那节经文是什么啊？那我就跟神说，诗篇十六篇第五第六节咯，你是我的产业嘛，所以我很相信你为我预备的都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并且你用省粮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佳美之处。因为当时新蕊还未改名，叫做都是佳美嘛，佳美地嘛，所以呢我就说，原来神佳美地是你量给我的，我就很安然这样，好，我就被接受这个挑战来到新蕊的当中。不过着实这一节经文成为我很大的力量，每次当我艰难困难的时候，我都会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你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一定为我持守，乜嘢境况都好，你俾我嘅都必定系最好噶。所以咧，我用呢一节经文成为咧我装载神话语喺我嘅里面嘅一个力量，以致我唔偏离咧喺世界嘅当中，好唔好？我请我哋嘅同工，我见到 Michael 已经蠢蠢欲动，好，我嚟交俾 Michael。早晨 ，I want to share my safety belt. My first one was actually when I had a big question.To God, I never opened the Bible before and said, God, I have a big question. Why are there so many bad things happening in my life? My parents got divorced, people beating me up in school, as I shared yesterday. And then the first time I opened the Bible, and it was to Romans 8:28. Let me read that. It says,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And thisthis verse has become really my safety belt,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I did not understand, but it was, first of all, was an answer to my question, but later as I know that God loves me and I love Him and He's my Father, and everything I go through life He will work out for my good, and I've experienced that already, that in the past my parents got divorced, He used thatHe healed me actually in a situation, and now I can give hope to others where they experience the same struggles. And so whenever I look into my life and say, oh, there's a struggle, I know that there's a God, my God, He's looking over me and He's in charge of my life, so I can trust Him, and everything what I go through will work out for my own good. So that is my safety belt. Amen. Just me.生命里面的 safety belt 呢就是箴言三章五节，因为都是我的生日日期呵呵、由大学的时候开始已经用的了，那里就是说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for He will direct your steps and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咁對我嚟講好重要，因為每一個人生重要嘅決定咧，我都真係尋求神要去邊度。有啲時候我唔係好明白，都未必想行嘅。但係每一次咧，呢段經文就去提醒我，唔好依靠自己嘅聰明，就算唔明都好，你去信靠神，咁佢就會一步步引領你。咁係對每一次都係鼓勵我嘅信心，繼續去跟隨神。阿門。Borka。我咧将我自己好好喜欢提醒自己嘅经文咧，就系 save 咗喺个 wallpaper 度噶，非常好，好可爱嘅一个画面啊。其实咧里边系好重要嘅，俾我自己就系、是、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喺诗篇46:10。因为咧我咧就好多时就会好啊咁，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可能反白眼就出嚟啦，系咪？咁系当中咧，但系神成日要提醒自己咧，有神嘅咯，即系所有嘢咧，神系掌权嘅。Be still， 休息，安静，要知道咧有神嘅。咁呢个亦都系提醒自己要谦卑啦，因为牧师都有成日提咧，就系话谦卑就系让神作神咯，人作人咯，咁就让。歸翻呢啲嘢咧，就歸翻俾神啦，自己就安靜睇神嘅作為啦。咁所以咧，就喜好喜歡咧呢節嘅經文嘅。阿門。經文其中一節好幫到我嘅經文就係喺哥林多後書12:9，我嘅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覺得呢一節咧幫助我喺咁多年嘅服侍啦，裏邊啦，特別有啲時候咧，覺得好難好難啦，好難要去做嘅事，但係好困難嘅時候咧，我覺得神就用呢一節經文去鼓勵我咯，即係讓我真係知道咧，神會俾一啲咧我承擔唔到、承載唔到嘅事情我面對嘅，所以咧，並且咧，真係當我越發覺得我自己係唔得啦、做唔到嘅時候咧，神就話俾我係啦，就係咧你最軟弱啦、最覺得不能嘅時候咧，就要喺我生命嘅裏邊彰顯神嘅榮耀同埋能力咯。咁所以呢一節讓我唔會俾自己太大壓力啦，亦都咧。真係咧，去見到咧自己嘅不足，然之後見到神嘅能力要喺我生命嘅當中。感謝主，阿門。我相信咧，弟兄姊妹咧，你都有好多咧你嘅安全帶。安全帶咧，對我哋嚟講，生命好重要，就好似咧詩人一樣，困難嘅時候仰望神嘅應許，困難嘅時候，神嘅律法、神嘅妥拉唔离开佢嘅口嘅时候，佢就有力量。所以我鼓励咧，我哋Facebook 前面嘅弟兄姊妹，可以今日咧将你嘅安全带写落嚟，喺 WhatsApp 嘅里面咧发去你哋咧嘅小组嘅群组里面。我相信咧，每一条安全带唔单止对你有帮助，喺今日嘅境况里面咧，对我哋每一个肢体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力量。阿门。在圣经里面说神呢让我们今天这个是第十一嘛，十一这个的手势，阿敬刚刚叫我们要做多几次这个手势，副歌就是呢要装载我们呢，要装载神，并且呢我们真是谦卑，人谦卑是知道神是神，祂呢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呢诗人可以呢在第96说我看呢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是万事呢都有限的。我们只要将我们的信心摆上祷告的里面，我们要期待观看呢神的作为，好不好？这一刻呢我们一起呢来到为整个的世界来到祷告，是我们真的相信整个世界的局面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所有的艰难在神的里面必定有限期的，神一定会出手的。纵然这一刻我未见到那个神是怎样做，但是呢我们就要超越这个眼光，我们就要期待神出手去做的那个事情。当那一刻来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要发出极大的赞美，好不好呢？我们请我们的同工都起立，我请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的全世界来到祷告，好不好？我们先为疫情来到祷告，疫情是我们紧张的，见到死亡的数字、感染的数字
在这里加增，虽然香港是越来越少，但是美国那边还仍然加增。好不好我们开声啊，开声来到祷告，我们用信心摆上祷告，神必定会拯救我们。三声耶稣耶稣耶稣，我们同声来到开口，耶稣耶稣耶稣，神啊，你是永恒不变的神，神啊，你都是掌管万有的神。主啊，你给我们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学习，学习向你祷告，学习向掌管万有的主来到祷告。神啊，所有东西你都有答案，神啊，所有东西都掌握在你手的里面。主啊，你同声来到开口，为到全世界的疫情来到向你呼求。神啊，求你医治临到整片的大地。主啊，你真的知道我们呢没有好好的对待这个大地，我们呢得罪了你。神啊，求你，求你让这个灾难离开。神啊，求你慈爱的念再一次照向整个的大地的里面。主啊，你让到这个的疫情可以快速的去缓减下来，甚至消失。主啊，你让疫苗快快制造了出来。神啊，求你保护每一个患病的，让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主啊，你更加让在这个疫情的里面，让我们得知道你是神。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医治的大能就要临到在整片的土地的当中。主啊，我们仰望你。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接住下来，我们为世界的撕裂来到祷告。明明疫情来到，我们应该是同心合意的来到对抗疫情，我们应该是一起去想办法，一起互相帮助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世界呢，却是撕裂，世界呢，却是互相指责批评。神啊，真是求你呢指住这些一切一切一切，好不好？我们为呢全世界的人心来到祷告，让合一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开声，我们来到祷告。最后我们为着神的训词能够临到遍地来到祷告。因为这里在诗人真的在说他不忘记神的训词，因为神用这个训词来将我救活。九十三节，我相信只有神的命令可以将世界再一次救活，将人心再一次救活，将这个撕裂再一次的救活，只有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为全世界的这个得救，为全世界神的话语临到来到祷告。只有神的训词可以使我们救活。主啊，求你将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你、愿意听你话语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一份学习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真知道，全世界真知道，你就是那位创造的主，你就是那位永活的主，你就是万事的解决方法，你就是万事的源头。主啊，好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聆听你的训词，跟着你的训词去做。好叫我们能够人谦卑，拎走我们人心里面的那一份的自私，那一份的自我，单单归向你。神，你拯救我们，
救活我们。主啊，让你的话语在整个的世界流遍，让所有的人心，特别恐惧的人心，得着你的话语就得安稳，让所有撕裂的声音都因着你的话语而平息。神，我们多谢赞美你，仰望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而求。感谢主，今天这两段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字母都很有意思，是吧？我们前面第一段，那个字母就是这样，是吧？也都代表谦卑，跟着呢，后面那段的字母的形状就好像闪电，我突然间想，就是人不谦卑真的被雷劈，是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谦卑，如果不是真的雷都劈。今天我觉得最触动我的那一段的那一节的经文是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律法这个字原文就是 Torah， 就是陀拉。陀拉就是生命树。我若不是喜欢你的生命，喜爱你的生命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生命树就是耶稣。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爱耶稣，不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早就在苦难中灭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是我们的主甘心乐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得救。我们要将这一份的救恩深深地装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去学习这一份的救恩，我们要去认识这一份的救恩，我们要与我们的神有个更加亲切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一生都行在祂的道路之上，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从祂而来的光，因为祂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耶稣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祂才是我们的安全带，祂才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到领受祝福。我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无论在家里面，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主啊，你的爱呢常常的充满祂，主啊，你的救恩呢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一生去学习，让我们一生呢来到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主啊，求你这样的将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用你的话语每一日带领我们，用你的慈爱每一日牵引我们，让我们从心底里面爱慕你，让我我们定睛在你的上面，主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永不分离，主啊，让我们越发的认识你，越发的来到去与你相亲。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